这是一个神奇的小东西，有了它，鱼儿们一条一条地破水而出，有了它，人们才能享受深海垂钓的乐趣。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深海垂钓》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，我是主持人丁希。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，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。华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华老师，咱们今天的发明项目可有意思了，与海浪共舞，与礁石为伴，你猜猜是什么？那应该是潜水。差不多。不是潜下去，是在海面上。哦，海面上的话，但是某一部分要潜下去啊，那是钓鱼了，海钓嘛。我听热爱海钓的朋友们告诉我啊，它这个海钓呢其实特别复杂，但是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。你看，要跟随这个暖流或者是这个寒流，尤其是在这个两者交汇之处，这个鱼类是非常丰富的。而且说这个潮汐的涨落也有讲究，而且你一天呢什么时间去，那也是有讲究的，最好是傍晚来海钓哈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既神秘又刺激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也是。我倒不知道那么复杂的一些它的这个钓鱼的方法。我就是见过在渔具店里，它这个装备上和一般的钓不是特别一样。哦，因为它可能尺寸更大一些，然后强度更高一些。而且呢它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铅坠。哦，因为海水浮力比较大嘛，它想要沉得比较深，那肯定会需要铅坠密度比较大。对海钓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所以今天这个发明项目呢就与海钓有关，咱们赶紧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我爱发明记者唐杯子。这次呢我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城市呢是著名的海滨城市大连。俗话说靠海吃海，这里的人不但爱吃鱼还热爱钓鱼。据说600万人口的大连市，光钓鱼爱好者就有60万。前段时间呢，我们接到了大连的一位钓鱼爱好者的来信，他说呢，他研制了一种新型的钓坠。一个小小的钓鱼用的钓坠又会有什么样的玄机呢？我们准备到海边找一个钓鱼爱好者问一下。师傅，您是准备在这钓鱼是吗？对。您呢平常钓鱼用钓坠吗？用铅坠吗？平常用，但是我今天岸边钓用不着这个钓坠。就是您平常岸边钓鱼用不着钓坠。对对对。那您知道哪有用这钓坠的吗？哎呦，您看您到旁边这几个人的到那儿去问一下吧，他们是应该准备要去上船钓鱼的这几个人。哦，上船出海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出海的。行，我们过去问问，谢谢啊。师傅，是，哎，你好，你们这是准备上船钓鱼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那你们这钓鱼用钓坠吗？那必须用啊，那没有钓坠怎么钓鱼啊？哦，能给我看一下您这钓坠吗？行，你看看吧。哦，这就是钓坠。这都是铅，基本上都是铅做的是吧？啊，对，大部分都用铅坠，这也有两个铁坠，铁坠一般都是配用。海钓的鱼钩主要由一个铅坠和一根被称作分钩器的金属杆组成，分钩器的每头都挂一个鱼钩，下钩的时候铅坠会带着它们沉到海底的礁石上，然后再拉起相应的距离，让鱼钩悬停在海中，这样一来围在礁石附近的鱼才有可能咬钩被钓上来。因为铅坠必须下到海底，海底的礁石上有各种缝隙，所以铅坠很可能直接卡进礁石缝里，鱼线就很可能被拽断，就都永远留在海底了。我觉得怎么同样大小的您还每个准备好几个呀？那不一样，你这个东西经常就挂掉了，就挂掉了，没有了。哦，会损失多少啊？那这个不好说，有时候损失个3套2套，有时候你像我有一次出海全军覆没。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掉海里刮不掉的呢？让礁石。对
不太可能吧，这个问题看样你不太懂哦，太不现实。就是有人在我们那儿报名说的是你们大连的，说他研制了一种在水底不会被刮掉的吊坠。不可能，那胡闹吧。这人叫郭连谋，您认识吗？啊，好啊，我见过他，和他一块钓鱼啊，这人钓鱼挺厉害了。这东西您没见过？没听说，不太现实这个事情。不太现实，您觉得？那到哪能找到他呢？一般他在山东路有个宝丰渔具，他经常在那儿呢。好，谢谢您，我过去看看。嗯，好了，再见。哎，您好，您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郭连谋的发明一种防挂吊坠的吗？啊，那是我哥，在那边他们正在研究呢。哦，哪个是您哥？穿那个短袖那。啊，他叫郭连谋是吗？哎，打扰一下，您好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郭连谋郭师傅吗？哎，对，就是我。发明人郭连谋，发明项目多功能防挂钓鱼坠。听说您发明了一个可以防止挂在礁石里的吊坠是吗？是，是的，是的。什么样的呀？就是这个，我所谓拿这个。哦，是这个啊。哎，这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啊？我看着像卫星似的。就像雨伞一样，但然后那个你当礁石卡住的时候。轿车风一卡住的时候，一用力的时候，脱落了。哦，脱落了。对对。哦。脱落了就离开轿车风了。您觉得它肯定是有效的？那我觉得肯定是有效啊。那您这个呢？您能找个地方给我们演示一下吗？大概。行啊，咱们就给石头风演示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行行行，正好也给他看看，老师不比试比试吧，比试一下呗，对不对？那行，来，我们在脱掉的时候，绳正好就卡在这个地方。哎，现在是不是卡住了？是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说，他这个老师的铅坠也是卡进来了，哎，就卡住了，怎么拽也拽不下来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脱落在海里，是不是？那么咱现在就像刚才我试这个，你看我这个也能进去，也是挂上这个地方了，是不是就卡住了？对，我一拽的情况下是什么？就像老郭说的一样，金属支架弹开，铅坠自然就被带了出来。哦，这个脱落了之后就拽出来了。对了，我们就拽出来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是。那这位师傅，您看了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事还不太理想，我觉得应该上海边的教室啊。因为我们用传统的东西啊，用惯了以后，这东西我觉得不太好用。觉得不太好用？不好用，我不太相信这东西。哦，行行，那郭师傅，我看好像不相信您这个东西占多数，要不咱们去海边实验一下吧？行，没有问题，我就和他们比试一下，行不行？行，咱到海边去比试，把他们打败。好。那么，发明人老郭的吊坠在实地测试的时候，会让别人信服吗？郭师傅，我看这礁石还是湿的，这是现在是刚退潮是吧？是的，是是是。啊，也就是刚才它在水面之下。对，今天大潮，现在正是退潮，刚刚这礁石在水里面，也就是我们钓鱼就是这样，很现实。也就是你钓鱼的时候，深水底下其实就是跟这礁石这块礁石是一模一样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这个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传统的吊坠哈，在这个礁石当中，它是怎么夹在缝隙当中啊？怎么能丢失？我给他演示一下。这就是船，我们在拖动移动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在船上一样，往什么拖？移动，移动，移动。你看，一下就溜。这个所有的吊挂的，这是一个主要现象。这主要现象，啊、哦，那咱们钓鱼不能避开这些礁石吗？船在动，啊、哦，你避不开，底下看不见，底下看不见，没法看底下。这是相当于水下30米深的地方。啊、哦，就必然是这样的。对，我觉得这和还跟你们家门口，就是咱们上午试的那门口的不一样，这个缝比那个深得多，而且是个不规则的形状。对对，您敢来试一下这样的缝吗？敢来，现实研究演示一下啊。船在走，完然后我这个也在动，动哎，是不是就挂住了？自起了一个自撑的作用，对吧？然后上面在用力的时候，看了吧？脱裤是不是就走了？哎，走的时候，哎，就出来了。哦，就这样的。哎，你敢要我给你摆进去，你再往外拽吗？敢，试试看。先来狠的了啊！
这个是吧，哥几个？这个已经我看卡在里面了，完全。这海底情况这样的也是一个正常情况是吧？也是正常情况。正常现象。来，你能拽出来吗？现在？我试试看吧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哎，拽出来了。别说，还真行啊！啊，行不行？行啊，行不行？我能不能拽出来？刚才是你摆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东西啊，现在能挂起来，俺也看到了，确实有道理。但是呢，咱上去钓鱼，咱不是玩醉了这东西，你还得不光这个东西能逃脱，你还能把鱼，你别给鱼吓跑了吧？哎、这个不行，那还是比一比啊。这个、还是有一定不行道理。比一比就比一比。我是这样，咱们哪天咱们上船上。甚至我要和你们俩比一比，行、啊，比一比你们这个传统了。你就拿这个对啊，我认为你就拿这个啊，你就拿这个对啊。那这样，咱怎么比？咱说是，嗯，我说比的比两样，嗯，一个是你这个东西呢，咱打个比方讲，我平常一天都钓五个，今天对不对、嗯？你这个东西，你我钓一个，你钓两个，嗯，我就认你这东西逃走率确实高。第二个，你还得上鱼，你别管你这东西都走了，俺、钓十斤鱼，你钓一条。对不对，老刘是吧？对，行，咱是钓鱼的。那么就这样吧，哪天改日咱们上船上，我订个船，咱们就上船上真枪实弹的，我要跟你们演练一把，好不好？还行，好，好，好。啊，咱说好了哈。啊、你要是输了，请客，请大家伙晚上吃饭。我们要输了，我们大家伙把鱼全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，走。发明好不好，还要出海才知道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挺早啊。嗯。今天就等请客哈。好好好。好、哦，你们这钓鱼装备都挺沉啊。啊，那必须，都专业了，这都是。多少千转？哎呀，十几个。带了十几个。对。老郭拿几个？两个。那俩、哎、你今天你这不就等输吗？这两个醉了，这不完了吗？我下难呢，每次拿这么多。沉不沉呢？啊，用得着吗？沉不沉？再来是钓鱼了。我今天就拿这俩，我就顶你们这些。今天让你变成水上漂，没有职业，我看你拿什么钓？忽悠我们啊！嗯，咱说好了，今天不再职业了啊！钓了可就没有要这啊，不会。看咱谁能钓？行、啊，就等着请客吧，今天啊。我今天就拿这两个，好，顶替你们这些。我们的渔船向远海开去。在大海上钓鱼全靠船老大的判断，只有他知道哪里的海面下有礁石，有礁石的地方才有鱼群居住。老郭和他的朋友们正在利用这段时间做着各种准备，调试鱼竿，放上鱼饵，加挂铅坠，大战一触即发，到底谁能赢下这场远海的钓鱼比赛呢？一个小时过后，我们终于到达了一处钓点。那么，我们的发明人郭连谋发明的新型吊坠，在实战中能否如他所想，给我们带来惊喜呢？我今天就带了两个，就带了俩。嗯，你也看到他们带十个八个。咱们今天比什么呀？咱们今天比第一钩挂不挂？那天说了。哎、嗯，对。第二，最后比。钓鱼的数量是吗？对，最关键是看挂的铅坠谁挂的多和少。行，哎，好了，您这就全都挂好了是吧？是是是，这就可以下水了是吗？对对对，好。这个时候，发明人的朋友们也都分别下杆了，接下来谁会率先有所斩获呢？咬钩了，这么快就咬钩了。哦，使用传统吊坠的一个人率先钓起了一条鱼，来给我们看看，这是什么鱼啊？黄鱼。黄鱼，行，这您今天第一个啊。好的，我这也上鱼了，你也上鱼了，上鱼了，来，这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。哎呀妈，这可他们比他们上，我必须得上。多大？还行。还行，有多重能判断出来？看着吧，哎，活蹦乱跳就上来了。就是，他们钓上来，我必须得钓上来。这船上谁的技术最好啊？要说技术的话，提前吹一把，他们都不行。他们都不行，就您最厉害，您觉得？应该是这样。啊，
刚才那小桑我也桑，好像比他的那鱼还能大点。对，哎，黄鱼来了，这条鱼今天肯定打败他。啊，好，你能打？你以前打败过他吗？也是偶尔。偶尔。一上来就有两个人都钓起了鱼，看这个情形，今天大家的收获都不会小。这咬钩了，你这又咬钩的了。来，我们看。起来。哦。这第三个人也钓起了一条黄鱼。很小的。又是黄鱼。对，黄鱼。这么看起来，大家除了技术高超以外，传统的钓赚也没有拖他们的后腿。然而就当这时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你这怎么了？挖住了。哦，我看杆梢都下去了，能拽出来吗？我试一下吧。刚才那一下给拽断了是吗？一下是没有漏，掉在海底了。一个传统吊坠还是被海底的礁石卡住，就这样丢掉了。今天这是咱们第一个损失吊坠了，您是？对，已经是损失了。今天带了几个呀？哎呀，我今天带了十多套呢。十多套，那够你玩的？也不好说呀，有可能会继续的啊。不过同样的问题却并没有困扰发明人。看见了吧？我这个好用吧？这个就打开了，已经。对。已经逃离一次了，哦，如果是传统线圈，可能这把就60一套，就损失一套几十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家都是各有收获。而这品种也是不止一个。海星。他们中的一个人竟然钓上来一个又肥又大的海星。哎，你这上鱼了啊！上鱼了，快来了！哎，怎么样？这是什么鱼啊？黑鱼。黑鱼。哎，今天咱们就钓个小的，这终于有个大黑鱼了。我说他们先嘚瑟一会儿。哦。哎，先嘚瑟一会儿，现在怎么样？一会儿我再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好好。现在怎么样？那个挂了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个钓鱼咱挂了。哎，你怎么说挂了？哎呦，这挂住礁石了，挂住礁石了。对，我只能是往下。你再拽呀！你怎么连着？运气突然一下变得不好了。虽然他们收获不小，可损失的传统吊坠也着实不少。可是，就在我们替发明人感到高兴的时候，意外却又来了。啊！我看见线头了，断得很彻底啊，分钩器什么都没有了。对，这一套。反正呢，我这个不应该钓啊。号称不会被礁石挂住的吊坠，却被挂住了。您这也损失了，您现在就剩下一个了啊。就剩一个了。而这个时候，其他人都在奋力收杆。很快，他们几个就又都有了收获。哎呀，不过，我们的发明人好像一点也不着急，还在侃侃而谈。哎，您看这个钩钩成那、啊、钩成那样了，是不是挂？是不是钓上鱼了？对呀，我不是吧？我这是也是挂上了，我这也这么一回挂上了，我再想看能不能成功操作啊？啊，行。哎，呀，您可就剩这么一个钓铅坠了啊？对呀，但愿我这个能出来。按照我这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应该没问题。哎呀，这，发明人的最后一个不会被挂住的吊坠也完蛋了。叫什么感觉？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。今天挂没挂？挂了。我这个也不好意思挂了。嗯，我也挂俩。你挂俩？我那个问题是没有了，怎么办？你看看自愿一个吧。这鱼还得钓啊。对呀，你靠着朋友关系，你吹了一大的牛挂进去了。嗯嗯，不能接。接个怎么的？自愿个，回去换俩。不能接。你怎么那么坏？我不是，这个不是坏的事儿。你不是刚开始说你不钓吗？啊，就不接。我那个还意外的钓了。意外钓也不接。不操你接。你不接。喂，兄弟，啊、老坏头不接，你看今天这个鱼还得钓啊，你怎么弄啊？没有了，就剩这一套了。那咱俩也不跟一起玩了呗？玩，你，但是不行，我没。
没有给你，我今天挂了也贴。要不见我不玩。啊。咱俩坐一会儿，我坐不掉了。这人家干嘛不借给你啊？您平常人缘不好还是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这个他们这个早上给他们就伺候他们了，说他们那个东西不好用，挂也厉害，我这个不挂。结果今天你看我这个玩意吧，确实也有缺点。逃脱率虽然高，但是吧，在繁杂的教室房里边还是不行。那么这次吊坠丢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我们的发明人又要如何改进呢？为了防止吊坠被海底礁石挂住，郭连谋在上面安装了四个活扣，虽然他们在拉动下能够脱开，从而让吊坠摆脱礁石缝隙的束缚，但是这是一次性的，如果吊坠第二次、第三次再被卡住，就根本没办法摆脱了。这次的失败并没有让我们的发明人意志消沉，回去后他就投入到改进的工作中，很快新一代的钓鱼坠就做好了。是吧？哎，这是您又新研制了一个。对，它的新式吊坠由五个大螺母组成。那么，发明人为什么要把吊坠设计成这样一个奇特的造型呢？那么，我现在给你丢这个缝，咱们重新演示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还是上次咱们实验过那个缝。对对对，那一次呢？他走到这个地方以后，你看到吧？他很不容易就进不去，根本就进不去，根本就进不去。对，根本就进不去。我这个。两个瓶就把它支撑住了，进不去啊，对吧？挂鱼饵的金属杆被夹在了螺母的中间，和整个吊坠合为了一个整体。这样一来，遇到裂缝时，金属杆会把整个吊坠支撑在缝隙外面。当我们用力拉拽时，柔韧的金属杆就能保证吊坠根本不会进入到裂缝中。不过，到底是不是像发明人说的这样，我们还要找真正的礁石去试一试。退潮后，我们依然来到了这处遍布礁石的海滩。这一次，我们专门找了一块有着连续裂缝的礁石。就是这个方，对不对？我这次改进就不存在上次那个第二次受阻那个，我拖走，一个起个支撑作用。第二个就是你即使进去了，哎，你看它根本进不去。哎，好像挺好的，我也试一下。你也试一下，来。这样的缝就是已经是很少见的缝了，难度非常大了吧？对对对对。进不去，基本上是。对，我试试，来。来，你拖吧。他这次直接把吊坠硬塞到了裂缝里。这老坏头。嗯。拖。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事。怎么不可能出现？怎么能出现这个事？我起个作，你这是人往里摆的。你钓鱼的时候下面有鱼往里摆的吗？你这话就不对了。我怎么不对？咱钓鱼啊，一斤五斤的鱼都有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那么越大的鱼它有洞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鱼都是黑鱼，出来到洞口咔一口插了，一扭头一转身回洞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现在这个罪吧？您的意思是，也许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么拖行的时候没问题，但是鱼咬着钩了，鱼会把这个拖到它洞里去。对，这种纪律。只有1%的几率，1%的几率，对，太少了。我说是不是？但是可能，对，那这个存在，这种现象是存在的。他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？但是我认为不会太大。我还是这么提出这么个建议，好不好？完了以后，咱上船再演示一下。行。哎，你上次都请客了，你明天准备再请一次吧。请说请吧。第二天，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海边，马上就要出海了。他依然不忘对我们的发明人冷嘲热讽一番。你也准备来钓丑鱼啊？明明丑鱼，我要钓好鱼。这鱼能看上你这玩意儿？我看够呛。那今天我再比一把呗。比呗，这谁怕你啊？你这玩意儿，我这翻书好几代，钱准备准备好啊。是啊，你呀、啊，就怕你这不够啊。今天说好了，这不接了啊。不接是不接，我要赢了，把鱼箱鱼都倒给我今天啊。行。那么咱就再干吧，走。走啊！准备上船。那么这一次出海，改进过后的第二代吊坠会给老郭争来面子，带来惊喜吗？
您今天带了几个呀？我就带两个，还是两个。哦，那你们觉得他带俩够吗？哎，你觉得不够？试试看吧，试试看。嗯，但是我看你挺鄙夷这事儿的啊，还是就这两个吊坠？哎，我就两个。好，您装上，咱们开始吊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要说这个吊坠的安装也很简单，分钩器可以卡在开好的槽中，再拧上螺母就万事大吉了。不过用它来钓鱼是不是也同样易如反掌呢？这个时候海上突然起了风，海浪也变得大了起来。船老大努力控制好船，老郭也终于把吊坠放了下去。其他几个人也都下了杆，他们中间谁会收获第一个战果呢？突然老郭这儿首先有了动静，可是眼前的这个情形我们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呢？这怎么了？你们俩的线绞一起了？线绞到一起了？对对对。哦，拿上来。他们两个的鱼线缠到了一起，缠着的线里还有条钓上来的鱼。这算你们俩谁的呀？这个鱼应该是我的，我这个上鱼它就挂一起，你挂我了是不是？就你那个主力他挂的呗，你不怨我呀？你现在这个最近一点流线型都没有，四棱八甲，你看看，您是什么？又是棱又是角，它主力它不大吗？哦，您什么意思？这个水里有水流啊，对，你们俩同时下钩，水流就把它的那个推到你这边了，挂到你的了，就挂到我的了。有那么一点，你觉得有一点，没不像他说的那么夸张，对，没有那么夸张。行行行，您再试试吧，好吧。好，再试试。好。老郭可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这儿，他对自己设计的这种吊坠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没过两分钟，老郭的鱼竿又有了动静。怎么了？这是我的上鱼了。怎么看出来呀？杆稍在慢慢的颤动是吧？对 对这就上鱼了。对对对，您看拉出来看看。好了。啊啊，又是个小黄鱼。对，我这钓鱼没有问题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你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像他们说的？那天还有一个师傅说这个东西钓到手里咚的一下会把鱼吓跑，您觉得也不是那道理是吗？不存在，不存在。老郭已经钓上来两条鱼了，别人可都还没开张呢。不过就在他正得意的时候，其他人也都有了动作。来来来，给他来一个镜头就行了。这今天钓第一条是吧？哎呀，那位师傅又上鱼了。这个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不算小。您觉得这底下是什么呢？也是礁石吗？岸边礁石吗？有礁石的地方才有鱼群，看来这次他们待的位置非常不错，找到一个鱼多的好地方可不容易，大家都是全神贯注，手上不敢有丝毫松懈，就等着鱼儿上钩了。刘叔，我怎么看那杆稍在颤呢？上鱼了。你这儿上鱼了是吗？您觉得现在这个水底，这个底下第一是有鱼，嗯，这是条黄花鱼，这是条黄鱼，黄鱼，挂手了。您觉得今天这地方是有鱼的是吧？首先，有鱼。那水底下的那个情况呢？水底下是礁石，礁石，对，容易挂吗？容易挂，容易挂。鱼多的地方，海面下礁石也多。这不说着话的功夫。就有人中招了。那您怎么又跑到这儿来？这是做什么呀？挂丢了。啊，您的挂丢了。挂丢了，我今天换一套。就剩下这个别针了。这都挂的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再换一套。换一套。你今天这是第几套了？今天丢的第一套。对呀。啊。又是挂在水底的礁石上了是吗？对对。看见了吧？这个钩没有了，钩没有了，但是我挂上以后，我这天平一大半就出来了，看见没？哦，它都弯了，已经一弯了以后，它就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对对对，防挂性能非常好，防挂性能你觉得没问题是吧？看起来老郭的吊坠很不错，
被卡住后也能借助分钩器的弹性拽上来。啊，你这又上鱼了。两条啊，一下就钓两条呢。对，好，你觉得你这玩意儿还挺好用的是吧？挺好用，比上两次比上一次那好的好用多了。哎呦，他们刚才挂几个是吧？是，刚才我挂这个拽下来了，而且上鱼就两条三条上，特别的好用。我看那天他说你这个会把鱼吓跑的那位已经躺那儿睡觉了，已经他钓不着鱼，他根本就他是晕船吗？他就是钓不着鱼上火睡着了。哎，上火他那个打法就是什么，这根本就不行，闭门造枪就火了。您觉得您这玩意儿没问题是吧？今天钓鱼能超过他们？肯定没有问题啊，肯定没问题。那我再钓啊。好，两条两条上。好。老郭现在士气高昂，打败其他人肯定不在话下。而这个时候，刚才还在睡觉的也终于醒了。哎，小子上鱼了，啊，不睡觉了，啊，啊，干活激动，是不是你闭门造枪，造睡着了，出来又忙活两条，我这都钓两条两条上。我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，你是怕鱼钓多数给我呀？问题是，啊，两条鱼那眼睛不好用，是咬你肉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那么事？不可能，我昨晚休息好就上四条了，刚才。你继续睡觉吧啊。我们的老郭这一下可算是出了口气。船老大重新启动渔船，准备带我们到更远的海域上寻找新的钓点。远海的水更深，鱼群也会更密集。那么我们的发明人还会延续刚才的神勇，钓上更多的鱼吗？很快老郭这儿又有动静了，可是随着鱼线慢慢收起，这感觉怎么越来越不对了呢？干烧拉成这样了，要是这么条大鱼那就够意思了。哦，啊，对呀，这要是条大鱼得多少斤？最少得六七斤重以上。啊，嗯。闹了半天，老郭的鱼线怎么又和别人的缠到一起了呢？来，我们拿过来看一下好吗？来，小让往这边点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这缠的跟蜘蛛网似的，是好几种颜色的线都缠一起了。对，您这已经好几次跟人家缠绕了。是，你觉得呢，小任？他是偶尔会遇到，但是我认为还是他这个东西下水有阻力，阻水造成的。哦，你觉得是下水有阻力？对，阻水造成的。对，另外一根蓝线是缠的谁的？这怎么了？几个人一块收线啊？哇，一起挂块了，挂上缠的那边刘师傅的是吗？是。三把给我挂一块了，啊，哎呦我去！哎呀妈呀！我说你这个嘴，我说你这个臭吧，你看看听到这个音儿。啊，没有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啊，郭师傅？是脚一起了，可能是你踏这个线粗。线粗。啊，您觉得呢？不说你那个嘴的问题，你是老说我线粗。我这嘴怎么的了？咱拿着看，我这嘴怎么的？你这不对，不留线。要不怎么你把两面都缠上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流线不好阻水是吧？对，你就觉得这个水下去之后，水流打到那儿，它肯定会摇晃的比这种的要厉害的多是吗？就是流线不好呗。对，传统吊坠都是流线造型，受海流的影响比较小，但老郭的吊坠是螺母做的，每个方向上的受力面都很大，在海流的影响下就会四处摆动，自然就缠到别人上面去了。你赶紧把你这个坠上那边去挂上，你上那边去钓去，别给我们眼前钓。对，你这大不事，你赶快你自己反思，这船头就反省，快，你好好琢磨，这肯定不对，钓那么多年鱼没鱼你家去了。虽然自己发明的吊坠又安全，上来的鱼也又快又多，但是钓鱼本来就是和朋友一起才有乐趣，现在因为自己的原因搞得别人都不能好好钓鱼，这让我们的老郭十分恼火，也十分内疚。等到了岸边，他也没和朋友们打招呼，就这样留给了我们一个孤独的背影。螺母吊坠会随海流摆动，
只要把它的外表做成流线型就可以。真正困扰郭连谋的是另一个事情。您可能还记得，上次出海时，他的吊坠曾经被礁石卡住过一次，只不过成功拽了上来。为此，老郭还在朋友们面前得意了一番。但是别人没有注意到，这根细长的分钩器已经被折弯，不能再使用了。老郭的吊坠之所以不容易被卡住，是因为分钩器会支撑住礁石，拉拽时有弹性的分钩器就会弯曲。然而当吊坠卡进了比较深的缝隙中时，吊坠虽会出来，但分钩器也会因为过度的形变而报废。发明防挂吊坠的目的就是减少钓鱼爱好者的损失，可吊坠不会丢，分钩器却会坏，这才是真正困扰郭连谋的地方。就当我们的发明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种海边十分常见的东西突然让他灵机一动，那就是船锚。常见的船锚都是后端连着一根缆绳，但也有一种船锚不同于这个，两边都会有缆绳。这种船锚在收锚的时候，锚头也会被提起。郭连谋这时终于茅塞顿开，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。很快他就依照着自己的设想做出了新一代的防挂吊坠。那么这个一头由弹簧一头由链条链接的吊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吴老板又来了。啊，来了。把1/1解决了吗？没有问题。我们还是把吊坠卡在了上次那个裂缝中。现在看着啊，鱼拖兜里去了啊，看见了吧？什么原理看没看懂？再摆摆了。哦，这把对了。哦，钉出来了。哎，从钉往后卸。你不是直接头进去了吗？我倒出来了。对。哦，他像拿那个穿毛一样，跟毛一样。哎，对了。我说这么牛吗？对，我进过改进了，我这个。哦，这个东西两头走了。对，你顺头鱼顺头给我拖进去以后，我弹簧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力量转换了，把力量转换成后钉给你往外拖。哦，这个沉到一定的时候是这个吃力，它就这头拽出来。对，原来这就是老郭说的船锚原理。看来郭连谋这一次的改进很成功，新式吊坠在这片密布礁石的海滩上行进自如。不过它到底实不实用，我们还要去海上比赛过后才知道。今天怎么准备挂掉几个？今天不跟他比挂那个了，都数两次不跟他比那个。我这把有新武器了，我这把跟他比钓鱼，不把他打败，那肯定是不行了。你怎么比啊？你一个人比我们全部啊？对啊，我现在不能说一个人，我一个人至少比那俩。那你一个人比俺俩，就是五个六个人。来，我这还有一个，来来了。妈，还带徒弟了呀？那肯定是。怎么样得了？今天俺们俩打四个，行不行？咱俩打俺四个啊，能不能行？他俩打咱四个，咱有没有信心啊？有啊。输了怎么弄？你说吧，输了怎么弄？又比俺大，又比俺数量多，俺全输啊。行行吧，行，咱今天赌大一点哈。行，要是说今天俺输了，俺把鱼箱鱼全给你啊。行，你要是输了，把鱼箱鱼全给俺，还请俺吃点饭。行，没问题啊，有没有问题？咱哥姐有没有问题啊？没问题。哎，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好。Yeah. 虽然郭连谋他们非常有信心，不用担心吊坠卡住而耽误自己钓鱼的时间，但是这次可是他们两个人和对方四个人比试，大家的钓鱼技术又都不相上下，看来今天的比赛将会格外的激烈呢。为了这次比赛，他们让船老大开出了很远。因为越远的地方水就越深，鱼群也就越密集。那么比赛即将开始，会有什么样精彩的场面等着我们呢？船刚刚停下来，大家就都迫不及待地放下了钓竿。我看这水挺深啊，有，我看这是计数的是吗？对，刚才有显示有60米了。有了。一根根的鱼竿微微弯曲着，就等着鱼儿咬钩的那一刻了。他们中间谁会钓上第一条鱼呢？很快
有一根鱼竿就发生了变化。看竿梢就能看出来。来，先看这。哦，不错不错。这是什么鱼啊？两条，一下钓了两条。你是你们这边第一个钓上鱼的，还一下就钓了两条，运气好。运气好。使用传统钓坠的这边一上来就是两条将近一公斤的黄鱼，这给了其他人非常大的信心。再看这边，怎么老郭他们两个手忙脚乱的？难道一上来就出问题了？还以为挂着呢，原来是条大鱼，一下就比上次钓的要大，也算旗开得胜啊。好好好。虽然是比赛，但是钓鱼毕竟是个急不来的事情，有节奏的慢慢摆动，鱼儿才能上钩呢。别动啊，把它弄来，把线放了啊。看这个架势，老郭他们这儿好像又上来鱼了。好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呵，这鱼不小啊！啊，对，这今天钓上最大的一条了吧？这有二斤了吧？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二斤了。啊，对，我说不着急，你说怎么样？啊、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啊，大的有的是，大的有的是。啊，行。老爷，来看看老爷。哎，不大呀，不大呀。老爷子准备能钓多大鱼今天？我要钓五斤。钓五斤的，行，我们等着看看。现在两边打成了平手，都是各钓上来两条鱼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刚说完自己要钓大鱼的这位老爷子就遇到了麻烦。挂上了，挂上拿不下来了是吗？真是出师不利呀，老爷子鱼没上来，吊坠先丢了一个。而这个时候老郭又钓上来一条。来，把您的那个鱼拿起来给我们看一眼。这是什么鱼啊？黑鱼啊。黑鱼。对。哦，这有多大呀？多重？一斤来重吧。一斤来重。对。哦。老郭虽然上鱼了，但他的同伴却遇到了麻烦。看这个动静，他的挂坠肯定卡在礁石里了。那正好看看你们这个能拖出来吗？咱们要大呀。力量大了，鱼线肯定会断。想要拉上来，只能看新式吊坠能不能像设计的那样巧妙逃脱了。哦，我就上来了。你再上来了，那我们看一下。啊，对啊，钓组完好无损，钩没了，钩没了已经。哦，就钩没了。对，钩没了。钓组没事儿。对，钓组没有问题。这个上鱼了。上鱼了。能确定什么样鱼吗？黄鱼。我看是黑鱼。这劲儿，这劲儿就是黄鱼。你看这干烧，你看。哦。黄鱼。还呼还不小，上了一个大活鱼啊。怎么样，我看你们这会儿进度挺快的，是不是快赶上他们了？我感觉他们瞅的好像也没偏多钓多少。没钓多少，应该能差不多。你们再努力一下，能超过他们？应该差不多吧。应该差不多。行。比赛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，海上不比河边，在这儿钓鱼可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。所有人憋着一股劲儿钓到现在，可以说是又累又饿。好在他们早有准备，大家轮流吃饭补充体力，为的就是赢得比赛。您这怎么了？哎，上鱼了啊！嘴里还咬了。嘴里还咬着吃的呢，鱼就上来了，也跟着吃饭呢，还咬。这鱼也到吃饭的点了是吧？差不多了。咱们这半天都没钓上鱼，这终于上鱼了啊！来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等了半天终于上鱼了。这等了我吃半天他才吃。你们觉得能战胜他吗？应该没问题吧。瞅他现在也没钓多少嘛。他这会儿没开张呢，也没钓呢。对呀。不过说着话的功夫，老郭的队友就饭后开张了。对对对。开张喽。哎，你这也开张了。对。您这是黄鱼啊，跟他们的不一样。对。这鱼也不小啊。够大。够大。哎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啊。哎，让他们先玩一会儿。
徒弟都这么厉害，那师傅还能差吗？老郭这时也开始收线了。哎，还行，不小。一般。一般。今天船上看来是您的收获是最多的。最多的到现在为止。老郭现在非常兴奋，这已经是他钓上来的第十条鱼了。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，眼看就要到返航的时间了，大家都希望在这最后的时间里钓上更多的鱼。然而这时我们发现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怎么有人开始在收拾东西了呢？你怎么不钓了呀？你没看我在这做散伙吗？铅坠都钓光了，怎么钓啊？啊，铅坠都没有了，全掉水里了。丢了多少套啊？今天丢了四套啊，我就带了四套，全丢了。全丢了。其他三个人也基本上把自己带来的铅坠都留在海底了。过来了，又上鱼了，来，哎呀，两条，想钓钓不了，没东西钓啊，两条鱼一下子，我帮个忙，哎，两条黑鱼一下子，对。现在我继续钓，他们都怕你了，我还能钓。我看他们基本上都收杆了。他没有锥了，他不收杆怎么办啊？啊，没有锥钓，他不收杆怎么办？行，那咱们也到此为止，就钓这些好吧？咱们也往回走。再来两条好吧？你再来两条也行，你再钓会儿。他们都没有，我今天好好欺负欺负他们。啊，行，打击打击他们。咱们再钓十分钟，咱们走好吗？哎，好了。虽然在最后的十分钟里，老郭他们又钓上来一条鱼，但是对方毕竟是四个人，那么老郭最终到底能不能赢得比赛，证明自己的发明呢？对，行，那咱们看看，你们把你们的今天钓的鱼都拿出来吧。这是钓几个？一二三四五个，鱼都不太大。还有哪个箱子是你们的？把东西拿出来。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十个加上这就六个，十六条鱼。十六个，四个人，四个人十六条鱼。对，每人钓四条。嗯，好。好，你这箱这是刚才钓上来的两条是吧？对，最后两条。好，三个，三，四，五。六，二，已经二十条了啊！刚刚还有，这还不算完，老郭依然在清点钓上来的鱼，这可真是把其他人都看傻了。二十九条鱼，今天比他们一共多了十三条鱼。这么说，您今天是绝对胜利了，是吧？对的。凭借防挂吊坠，老郭以两人29条鱼比四个人16条鱼的绝对优势，获得了这场钓鱼比赛的胜利。郭连谋发明的防挂钓鱼坠利用了船锚的原理，当吊坠卡在礁石中时，鱼线向上拉转，当上端的弹簧拉伸到一定程度时，鱼线的力量就会作用到鱼坠的下端，这样一来，卡住的吊坠就能从缝隙中翻出来了。防挂吊坠这项发明呢，就是它采用了这种船锚的结构，使得它一端如果被卡住，下端呢还可以拉起脱离这个礁石。如果进一步的改进工艺，降低成本，可能这个适用性更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栏目组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，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。好，再一次谢谢华老师，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。我是丁西，下期再见。您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白色的花瓣，绿色的果，能做糕点，能磨油。其实这果子里面就是好吃的芝麻，可它却特别难收割，不仅要割下芝麻杆，还要手工将芝麻果分离下来。究竟有没有机器能帮忙呢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。
收起芝麻香。